黑色，黑个色。这个绿色的冬瓜是我的阿公。山顶一个乌狗兄，伊是牧场的小鸭，头站头暗真打拼，擘开嘴看规山平。阿公是一个嫁港的台湾人，伊就爱台湾的。为伊念米丁。伊的名是乌狗阿兄，阿公说为了台湾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丢！阿公有遵守台湾传统的气魄。吹念玲珑的歌声，来了来了。喂，啊，我来讲一摆，台湾人都在讲台湾话，你跟我讲的什么话？嗯，跟我讲台湾话啦，就是爱讲台湾话，讲台湾话，讲台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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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话。哎呦，安哦，我哪有华丽文？竟然连黑板都拿掉了。这个就是我的阿嬷。安娜娜，哎呦，阿妈今摆还袂化妆呢，卖翕啦，卖翕啦。为什么阿妈叫香妃呢？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车上跟阿嬷聊天，结果为什么阿嬷会有苹果、木瓜、牛奶酸掉的味道呢？它是狐臭啦，狐臭，应该是狐狸的臭味吧。不过阿公却觉得很香，还叫阿嬷香妃。乌嘎啦曼吉达，安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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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宝，帮我闻一下有没有那个味道。宝宝，嘎西呀哆，安娜安娜，有安娜安娜，没有，乌嘎啦曼吉达，还好。安娜，有啦！安娜，安娜，阿嬷，我不觉得疲乏了，你叫阿伯阿姨好了。走开！一嘎噜喳，嘎啦加啦蹦。当然，接下来出场的是粉红冬瓜跟比比公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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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嘎嘻呀哆啦，
小青阿姨，前凸后翘，而他养的狗。Hello，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冬瓜吗？冬瓜吧。吃辣。剥皮辣椒是他的最爱。饮酒。挖鼻孔。可是很舒服啊。重复讲话，自言自语，搔痒别人，健忘。后面有关于这个的番外篇哦，敬请期待。总之，妈妈是很多彩多姿的冬瓜。在这里看到冬瓜吧，它是个没有冬瓜曲线的方形果。